我三分杯。我说他，他正好，我二勺，我三杯，你还少七杯。哪有七杯了？哎。我现在不要，你给我，哎，你们干嘛呢？给我小傻子死完！他拿我们压岁钱，你拿他压岁钱干嘛呢？那不过口袋死坏了。为什么口袋是口袋呀？他拿我们压岁钱不换我们。谁拿你压岁钱了？你就你压岁钱还我们的，还我，放开，放开，手不，手不，你又冲了啊？扣小孩压岁钱？什么？我又冲了。那你拿小孩压岁钱干嘛呢？这怎么是他压岁钱？这是不是你们压岁钱？是。你多少钱？我一千。你多少钱？我700。来数多少钱？他给我的。给你干嘛呢？给你我干嘛抢啊？他让我给他数数命，帮他交学费。学费你交的？啊？哪次学费是你交的？你告诉我去。你是不是你让我说我给你数数多少钱？你说哦，是不是？是，但我让你数没让你拿走啊。听到没？没拿走，我就放在那嘛，放在你给我衣服撕坏了。你为什么放你小叉里个？你数过为什么不给别人？数过不数他了吗？他就想偷偷拿我们钱走。听到没？啊，听到没？他给我数过也装小叉。那是不是说你说的啊？妹妹一见我怎么700？是不是你说的？不是，还不承认。你再编。他没说。他就没说，是你抢我们钱了。你再编啊！我看你这一张嘴能说过人两张嘴不？你是多少钱？我700。你起眼珠700。先拿来过先。我不给。签过。签过。什么签啊？过。签给我，我再给你签。快点啊，签过。哎，你又穷到什么程度了？我想知道。哎呦。别哎呦。签过。你要这签个毛呢？你告诉我去。我明天给他去交生活费啊。生活费人家都给你直接准的，老师不收现金。老师不要是交生活费吗？要老师说不要现金，老师都在群里扫那个二维码就行了。对，先给我，不给，听到没？先，活该。来，诺基，先给你，输完七杯，剩下给你们，给，一摸数，看看对，二杯，三杯，三杯，欠的没有呢，哪有？没有。来，起来，你起来，我看他今天那个钱藏哪去？你钱不正好吗？我欠三杯。他钱不正好吗？我欠他走。我亏你。亏我三杯，我怎么才够？你还抢？我拿三杯。我说他，他正好，我二勺，我三杯，你还少七杯。哪有七杯了？哎，坐着，我看你今天能清仓哪去？现在手里也没有啊、哎！你们手里找找看，在库里啊！在库里，上库里吧！起来！哎，我看你屁里没有了，没有。奖刚才拿了，非常好。这钱有味了，姨母，你闻闻。太臭了！太臭，你不要嘛？那你把它藏在裤衩吗？非得藏在裤里？你把裤以为你不把的？过！不要！谁跟你啊？跟你、啊？你给我出去！是谁傻不拉几的？我要来跟谁啊？你呀！啊！我不用要，俩小孩交给我，你放心，还把谁傻不拉几？滚吧！追人，撤倒了。